红，我在编一个网，网住你飘飘的一片情。时刻，车水马龙的马路再宽也会显得拥挤起来，许多人也都要赶着回家了。这个时候站牌的附近您看了，好多的人在等车。现在我们就介绍给您菲律宾一种特殊的公共汽车，也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Jeepney。 那是一种中型的吉普车，可是这个吉普车却带来菲律宾的这个马路上更多的通畅。我们看到每一部 Jeepney 上面都坐满了好多好多的乘客，有的时候呢坐得相当的拥挤，使我想起三个字，挤沙丁。但是呢 Jeepney 由于它的车型比较小，因此在这个时代因为石油不断的涨价，它也是更经济了许多。同时 Jeepney 呢是经由车主他们自由发挥，将车子的外观涂上各式他们所喜欢的色彩以及图案。那么 Jeepney 呢，这种吉普车它是经由菲律宾政府许可并且规定了票价，他们一块联合经营的。您看看现在的马路非常的拥挤，但是 Jeepney 上面绝对是座无虚席。有人说来到菲律宾如果不坐 Jeepney 的话好可惜，这是当地的民情，不坐了好像入了宝山空手回了。但是在这么热的天，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坐，我们欣赏就可以了，您说是吗？